今年的世界佛教论坛呢，讲和谐世界从心开始，心要不和谐，整个不谈。那我们心里不和谐呢，这个小家庭不和谐。那么如果住在一个道场里边，大众住，如果心不和谐呢，那么道场就不和谐。那么如果在社会上，大家心呢不和平安宁，这个社会啊就有种种的纷争冲突。那么小到家庭、社会团体，大到民族啊，族和族之间，这个国家之间，为了争夺石油啊、能源啊，这个争王争霸、争本国利益、本族利益，那么产生种种的战争，都是从我们心里边所起来的。所以一切的过恶呢，来自于心源。那我们这个心呢，可是又没办法控制，起恶造罪，无意暴风吃雨。那如果说这个心能够把它安宁了，世界自然太平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啊，真的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我们愿生西方净土，有这个心，这个世界也太平很多了。因为我们愿生西方啊，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啊跟你争名争利，你要石油都给你，到极乐世界用不着石油，这样不好了吗？就不吵嘴了，不打架了吗？你要名利也给你，你要权势也给你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我们最起码保证我们个人内心呢，这个比较安静，比较熄灭种种的过分的欲望要求啊。只要衣能保暖啊，衣能够蔽体，吃饭呢能够喂饱肚子。我所以啊经常说，有饭吃，有佛念，千足万足。在这个世界没什么多大的希望，有一口饭吃啊，有一句佛念，我们就打100分了，人生圆满了。哎，谢谢，感谢众生啊，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千足万足。没饭吃，有佛念，饭没得吃了，有佛念，还是千足万足，也100分。有饭吃也不能保证你吃200年，对不对？等你世间那么多饭放在你嘴边，有一天你也吃不了。那么我就是饿得穷光蛋，没饭吃，没衣穿，有佛念，我也100分，人生毫无遗憾。所以这个世间的事情啊，随缘，进出随缘得，是好是坏，是贫是富，一定一任前缘，就随我们过去世的业力，该如何就如何啊，这个就不管它了。